今天给180个狗狗做窝锅炖猪肉，先把咱家祖传的大锅涮一涮。我们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，一个小时后出锅啊就可以吃了啊。还有鸡骨架啊，啊这里有猪肉，有个鸡腿，还有那个窝瓜，还有胡萝卜，还有一锅鸡骨架在那边那锅呢，因为一个锅糊不下。一会儿还有咱那妙莲华王姐啊，给买的2000个馒头啊，我和姐夫一会儿把这些饭还有这个菜啊，一会儿把所有的狗狗180只狗狗全部喂一遍。